聊，我们该去哪里呢？你去柳不村，好啊，一起跳一下。我们到了柳不村，柳不村，柳不村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拜拜，各位拜拜，再见。宝贝，你看有大象。那个明明就是鸵鸟。可以攻击我的村庄？没有人可以攻击我村，我不知道的城堡。耶、yeah, ！我成功了。这个快到不行，这个慢到不行。Hello， 嗨，你们尴尬吗？哎。那个好可怕啊！你说他，还是说你呢？OK， 我们到了第一站，那个旋转木马。转转转转转转转。可以咖啡吗？的话，这里是要等10到15分钟。10到15分钟后，这是天堂的地板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哎，这个是旋转木马。别人大便的时候很臭，然后就说：“哇，他是吃大蒜吗还是什么的？”然后讲到那个人就很害羞说：“你也是大蒜。”他也回应你，没看吗？他也回应你。你在干嘛？啊？好冷啊！他怎么都不见了？好可爱呀！你知道他吃什么吗？他现在在吃草吧？不，他的主食。不知道。很吵。他现在在挖什么？在挖泥鳅鱼。大便，不然。小朋友。再说一次，吉娃娃。很可爱呀、哦！我要喝，我要喝。他们在接吻吧？我已经烧瞎了，我要喝一点，可以给我喝吗？可爱了，可爱了。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个颜色了。为什么？一类，张风奇，宝贝。啊，你不叫张风奇吗？哦，好可爱啊，他的脸，好想养这只流浪狗。他不是狗，被他打呵欠。在干嘛？好美哦，一个延伸。你有录影？有啊，你再做一次。你跟他一样，很可爱，这个屁股。那个生病嘛，可能晚上都在拳脚。他真的没有怎么样，你不要太过担心。哎，你屁股怎么了？没有擦，他昨天护肤乳擦带都过敏。不是过敏，他屁股很严重。哎，人生无常。好想做爱哦。我在等他吗？他在我对面。嗯，我这样子，他就知道我是谁。咦，我是一个耶。这里啦，我这里有。一类，我会背。他叫什么？他叫狐猛啊。狐猴吧。狐猴。给他拉屎。哇，是雉鸡耶。什么雉鸡？他明明就是。圣诞鸡啦？为什么是圣诞？圣诞鸡，你看出来路这里，
Hello， 小姐，你跑错场了。嗨，小姐，你是啊，卡门特。再聊一下。哎，你头发是哪一条的？小姐，小姐，这条的颜色很自然。看，你好看，它也挑染。哎、欸，你是刚才那只母鸡吗？你是看那只母鸡吧？那母鸡跑到家，在这啦。啊，找到它的家了啦。一起飞，我心好累，这个到底在干嘛？你比那个鸟还更鸟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很丢脸的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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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再追我。为什么都没有人陪我玩？没关系啦，小朋友，来。下载交友软体，全部给它下载下来，就会找到朋友了。没事了，新年快乐，猴年行大，扭转，扭来扭去，扭转几个。哎，帮我打一个叉，谢谢。你又是叉？哦，对，你又帮我圈起来，谢谢。我要前面右边那个格子。对对对，我一直连一条线啦，我三条线，你几条？两条了吗？你怎么总是输啊？你真是啊！我先和我自拔，自拔。他闲到在玩脚毛哎。欸、我是你啊，我也会。哦，猴子，我也是。我们要看的是孔雀开屏，但是找不到孔雀怎么办？就只能现场孔雀开屏。OK， 开这一把。开了。也太快了吧！这个我真再见，拜拜。Oh my god！ 现在在塞车吗？这个不是下车铃，我没有骗人，我没有骗人，这个是真的时速啦。到底，我可以直接从这里下车吗？真的，看到孔雀要许愿，我要变瘦，还不够瘦吗？你是要许愿我变瘦吧？直接短跑。你不要手不要靠近，你不要拨。他们真的要洗澡哎、欸！说过了，他是不洗澡的洋娃娃，而且你也是洋娃娃的材质。你想代替购买好吗？你要哪一只？这是流浪狗之家，你要白色的好吗？还是这种洗不洗的？老板他们很脏哎、欸！你鸟鸡巴，你可以滚了，滚蛋，拜拜。杨林肯吃，他在吹他，他在不喝咖啡店，提了，他想说你把我当什么？我懂一毛，他吃了，啊、哦，他喜欢自己吃地上的。他在吃草。I know your feeling。大概你可以加起力啊，我刚有加倒力哦。快点丢他！你不丢他，等下就跑了。果然没错，不出所料了。哎、欸，草泥马，这马不是草泥马，你可以摸我。他比较可爱。你把吓跑了，干嘛？我太像吗？为了您的安全，请小心安全，请勿怎样触摸，请勿喂食。它是红萝卜，来，你的奶头乳晕很大。等一下，红萝卜是我，自己转过来。红萝卜，红萝卜，红萝卜完，绿萝卜，绿萝卜，白萝卜，红旗不要生，蓝旗白旗站下来，再给我那个脸。你是假的吧？Yeah!
太笑了啦，原来他喜欢你讲冷笑话。来，圣诞老公公把那个东西饰品什么时候要拆下来？已经过年了 ，Hello girl， everybody， 你看他心情不好，因为他有便秘。太久了啦，过来了。你们怎么叫？喜欢。知道是谁，而且你看，我今天花了很多钱包场，没什么啦，你来着？对，送你的情人节礼物。哎、欸，打开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太酷了吧！这是什么啊？你画的吗？我画的啊，很厉害。你可以把它转成的。哇，很屌哎、欸！这，我该哭吗？还是要？哎、欸，是我自己画的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呀、哦！我画到满专业。长得像吗？有，很像。不要不管像不像了，这些东西。什么叫不管像不像？不管像不像，这个已经用心到不行。我喜欢这个 Tiffany 蓝跟绿。对，而且劈腿。累，你暗恋他？耶，好恶心哦！跟你讲，星巴克有出品那个，它是一个盖子，然后它拔起来之后，它就往后转。没听过吧？好土啊！到底是不是文明人呀、啊？生活再爽，我也要走，拜拜。幼稚，几岁人还在玩旋转木马？没关系。我们没有在上面，哈，我们没有在上面啊，尴尬。当你就比较不会那么大了，因为都遮住了。穿蜡笔小新内裤干嘛？他就是蜡笔小新。你看，我怕你看还你拉你拉到最高。啊，这好痛！看你我背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接受拍照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不行。请问你是不是 Toy Master？ 你是我是 Toy Master， 你是卡蒂B吗？是卡蒂B，但是我现在在攻击村庄，没错。耶、yeah, ，我成功了。某人嫌弃我拍得很烂，然后自己再去拍。没办法啦，我随便拍都不好看。怪谁？不是长相，是放大放小，放大放小。这个粉丝很过分，你干嘛？你要在我这自拍还要测试，这个粉丝是怎样？不过分了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谢谢大家来看我的演唱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来看我的演唱会，谢谢。好了。大便。有吗？有。对，真的有，可以吗？带起来可以，好像可以，我就把它当皮带，好，我拿起来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
like it and share.